大家可以找一隻精工啊，非常特別的錶啊。嗱，點特別法咧？佢係 kinetic 嗱 ，kinetic 咧係人體動能的機芯啊 ，kinetic。咁後邊咧你都見到有一個啊，不過呢只見唔到，因為係物底自動妥嘅。如果開底就見到啦。咁但係咧，佢係 kinetic 不特止，並且咧係 kinetic 裏邊嘅。Direct drive 啦 ，direct drive 咧有個好處嘅，因為一般嘅 kinetic 咧，你就係要揈佢啦，或佢或者係走去做翻插電啦，兩個方式啦。咁但係咧呢只咧，你見唔見到我手指喐下喐下？然之後咧，佢九點鐘咧有個動力儲存顯示啊，就係咁樣發下發下，你就可以通過即係咁樣去同佢插下電啦，即係上下鏈咁啦。並且咧嗰、那個咧亦都係做埋個 indication 嘅咁樣。去到有個 W 啊，即係行到一個月一個禮拜啦。Month 就係行到即係幾多個一個月咁啦，咁樣見到又係好有趣咯呢個。你都未見到啲動力儲存顯示咧，可以去到月份嘅。咁但係咧呢、這個只係少少嘅即係重頭戲。真正嘅重頭戲咧就係咧呢只錶嘅殼型啊，嗱43mm size， 佢嘅殼咧係超級獨特，包括埋個外圈嘅設計。咁你見到咧個外圈咧就唔係純粹一個圈圈咁簡單嘅，係即係車到去唔同嘅方梯形，然之後再砌埋一個中間有一個即係金屬圈嗰度嘅，並且有一個 crown guard。嗱，43mm 咧就唔包個 crown guard 嘅，咁所以咧成隻錶咧整體嚟講咧係算大嘅。我諗你預佢係46.幾啊都會有。嗱，側邊嘅設計就咁啦，打磨都靚嘅。咁你見到個圈側邊咧，嗰、那個方形梯形位咧，仲有啲好似圈圈，即係一種好複雜嘅金工件嘅處理啦。咁另外講多少少個錶盤啦，那個錶盤咧就係、是、一種條紋啊，東京式嘅條紋啊，係好特別嘅。並且講多兩樣嘢，嗱，佢四點鐘對出咧有一個線形啊。嘅星期顯示係逆跳方式嘅，並且喺個六點位，嗱你見唔見到啊 ？Crown guard 嗰度好似 Panerai 嗰啲咁喎，有埋個釘釘位、螺絲釘釘位啊，有個日曆，正常夜光已經有噶啦。咁基本上咧，你見到呢只錶咧係好特別啊！我覺得呢只錶，即係起碼即係我諗精工迷都會覺得眼前一亮嘅，即係唔係一般普通嘅。即係你見到嘅精工機械錶啊，或者精工嘅嗰啲咁嘅 Connell 石英錶咁簡單嘅嗱，即係睇下盤口點做咯。公價9070，底價4780，每口叫10蚊，全齊嘅。嗱，對呢只錶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呢條片嘅留言區落價啦。呢條片嘅拍賣方式咧就係10點鐘拍賣啦，並且會加個新條款嘅，就係5分鐘攤動條款嘅。現金交易，並且是需要到銅鑼灣門市和 Chris 交收的，多謝各位。